这个就是我们的六杠 AC 玻璃钢窑厂，这个窑厂分三部分，刚才已经讲了，分三部分。这个是床头，啊，就是传动部位，简称床头。这个是我们窑厂的六 AC 玻璃钢的床面，这个床面这是第二部分，下面是支床脚，就是支撑我们这个床面的，分成三部分组成。这个床面上这边就是给抗槽，这是给抗槽，就是我们的抗炉啊进入这个槽里面，进入槽里面以后，它滞留的方法，从这个里面有几分别有几个孔，流入我们这个槽面上进行分险。下面那个是冲水，就是冲洗水的槽，叫水槽，简称水槽。我们的抗炉啊，在这个槽面的分险过程中，要靠我们这个水进行薄薄的水层进行分险。下面呢？讲一下我们这个窑厂的安装的方法。请大家看到这个支架，这个是我们固定，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窑厂啊，分为三部分，一个是传动部位，一个是床面部位，一个是支撑床脚部位。床脚是固定靠这个小槽钢支架，好，这个支架来支撑我们的整个的床头和床面。这个小槽钢支架呢，它骨分别的分有几个骨，骨进在这个用地脚螺丝，骨进在这现浇的水泥地板上。这个是我们的叫地脚螺丝。这个地脚螺丝啊，它的规格是16×270，这个是在浇灌水泥地的时候浇在这下面，这里呢有个孔，这里有个孔，在这里都分别固定好了。在这个固定这个支架的时候，它要求啊，一个是一定要水平。固定这个支架的时候，要求一个是要水平，就是前后一定要水平，左右一定要水平，不能一边高一边低，不能一头高一头低。这是第二个要注意的呢，这个地脚螺丝啊，一定要固定紧，固定牢，它不能有松动，如果有松动会造成快机的设备造成这个槽面跳动，它影响它的分险效果。下面就把这个床，这个是我们的床头，这个床头是安装在我们这个支架上，这有四个孔，有四个孔，一个床头安装在这个支架上。床脚有两个床脚，分别安装在这个地方。下面呢，把这个床脚和床头先放上来，放上来再给大家讲。现金嘛，你是什么嘛？你不是准备在大海中还要？现在呢，
这个床头，我们讲的是这个整个这个是叫床洞部位，就是我们的床面呢，起到搞成这个床洞箱，它起作用的。这个床洞箱已经放在支架上了，大家注意啊，这里有十个骨钉的孔，要将我们这个十个孔，要分别牢牢的固定在刚才看大家看到的这个支架上，要把它固定好。这是床头，这边这个床头上这里啊，还有安装个大皮带轮，就等一下在运动时候大皮带轮是上在这个上面的，这个大皮带轮。这里有个电动机，就是我们的动力。这个电动机是380伏的，1.1千瓦的电动机，这安装在这里。这电动机跟这个大皮带轮呢，通过这个皮带结合起来。安装这个大皮带轮，把这个电动机的时候啊，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皮带轮，用电动机的小皮带轮这样靠过来一下，一定要成一个直线，要成一个直线。等一下，这个皮带轮现在我等一下那大边看不到，要成一个直线。你这个小皮，这个电动机的皮带轮呢、啊，一定不能超过这个皮带轮的外边，也不能靠到里面去，要刚好跟它持平，这是要注意的。再一个，这个皮带卡上去以后，刚才的皮带，这个皮带卡上去以后呢，这个皮带轮，电动机的皮带卡在这个大皮带轮上的，这个松紧度要10度，不能过紧，过紧来以后增加这个动力。就这个，我先做一下这个皮带，这个皮带卡在这里。卡在这个电动机的小皮带轮上的，这里面的松紧度间隙啊要10中，不能过紧，过紧来有增加电动机的功率，很容易烧掉电机。如果过松了以后，它没有力转动的时候，床面呢它会打滑，所以这个是关键。这个电动机安装的是一个要用这个大皮带轮要直要平，再一个要注意的是不能过紧也不能过松，这是一个。下面看一下这个。支撑的支脚、机脚，那我简单。这个机脚呢，就是这两个机脚，就是支撑我们这个玻璃钢床面的这两个前后两个机脚。这个机脚都有4个螺孔，这个四个螺孔啊，一定要牢牢的固定在这个支架上，要固定好，不能松动，两个都是这样的。底下这个机脚的这个横向度啊，一定要直，你不能这样斜，也不能这样斜，一定要成水平线，这是一个要注意的。第二个安装机脚要注意的呢，就要从这个床头的连动作到这里，到最后面这里，这个中心部分要三点成线，要成一个直线。你不能这个两个这个三点不能歪了以后，你床面安装起来以后就很斜。床面安装起来斜了以后，一个床面会跳动，二一个呢会增加我们这个传动箱在运动过程中增加它的压力，容易断掉这个网护管，所以这个一定要装平。这是床脚，这两根的距离要像相等的。下面呢说一说我们这个床头的构造，就是传动部位的构造。这个传动部位，这个是调整。调整冲程的首轮，叫首轮，叫调整我们这个床头的冲程。这个调整冲程呢，先把这个把这个螺栓啊，把它拧松，这个固定了。这个冲程这个把这个螺
螺栓先松，先松了我们就可以调。先松以后，这个是调冲程的首轮，这个叫首轮是冲程调冲程首轮丝管。管顺时针方向旋，这样旋，这个里面有一个阀块，就是调冲程的阀块，大家看到在这里，这叫冲程的阀块。往顺时针这样显的时候，这个阀块往上冲程收缩，冲程就缩小；往反时针方向就这样旋，就是逆时针方向旋。这个阀块是往下面下阀，它的冲程是增大。哎，这是这个构造，这个就是叫我们长头又长脸连接起来的连动作，还有一个又长脸接起来的，刚才那个板子，刚才是什么来一下？连接起，是刚才那个，对。这一块呢，就是又长脸又长头脸方向部连接起来的连接起，这里面要夹一块木板，这个叫也简称大头螺丝，这个不是圆圆的，这个木板，这个木板要贴到这里，等一下压到那个长脸上，刚才这个长脸在这里，大家看到的，这里，就是这个就是连接在我们这个长脸上的，边上有两个螺丝，这头固定在这里哈，大家再回到这里来看。这个长脸，这个刚才大家看到那边呢，就这样连接到这里面的。这样，这边等一下就安装长脸上去了，这连接起来了。现在先讲一下这个长头里面的构造。刚才讲到了这个调冲程的，现在讲这里面的，这个是油管，也叫油管总成，它是在我们长头在运动过程中啊，它通过这边这个油泵，这边有一个油泵，在长面运动过程中啊，这个油泵啊，从里面把这个机油从这里外油管这个短油管输送上来，再通过这个油管进入这里面，它的作用呢，主要起什么呢？去我们这个长头里面呢、进行润滑，还有几个部位，这里喷油，这分别各个部位都喷油，使我们的机器呢，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不会发热，有个润滑的过程。这个是叫衬板，这个撑板就是在这个长头在运动过程中它进行收缩，有收反复的运动过程，这个撑板这里面呢，这个是叫轴，偏心轴，我把刚才那个轴拿过来，它里面按照在里面不好看啊，这是我们的长面运动过程中有这个偏心轴，你看这个偏心的，这个偏心轴安装在这里面，这个轴上有一个上下瓦，等一下拿那个上下瓦来，因为机器里面看不到啊，反正这个叫拐到这里，这个叫瓦，上瓦下瓦，就是在里面的，这上瓦下瓦，那可以，那个大家款，那个款你看，这个瓦，大家看清楚一点啊。这叫在轴上的上下瓦，这里一块上下瓦，它是在那个偏心轴上合起来的，这叫上下瓦。这里上下瓦连接上下瓦，这里有一个叫摇动管，整个这个是叫摇动管，整个我们就在运动过程中啊，在旋转过程中它只是摇动的。这里面有两根，这个叫往复管，就是我们在床面在运动，等一下在会计的时候那边大家看得到啊，
这往前后伸缩运动叫往复管，这两根大家看到了，往复管里面呢有铜套，它装在这里面，两个里面叫铜套。这个是叫之前这个是调整冲程的座，这个叫撑板座，这个是后轴，后轴座，这里是弹簧，这个是弹簧，就我们一直这个机甲运动靠这个弹簧来起这回声，前后送的。这个是调整弹簧的调节座，就是每次调到冲程以后，这个冲程调松调紧，分别要把这个同时将这个弹簧啊向前面压，或者向后面压。这是床头的构造，下面讲这个机脚的构造。这个机脚呢，这个是叫波度调节首轮，波度调节首轮。这个波度调节首轮是调整的床面横向波度，横向波度的，这样顺时针方向转，这样转。这个左边的波度升高，这边波度升高，就反时针方向转，这样转，在这边就下降。我就在具体操作中大家知道。这个是叫弯形座，整个这个弯形座像那骑马背上那个弯形座一样。这个是叫槽缸，这个是床面支撑盒，我们这个叫床面支撑板，床面是放在这板上，放在这上面。你看这个床面支撑板，这个床面支撑板呢，下面有一个叫床面支撑座，这个支撑板的座，像这样。它这个呢，紧紧的将这个压在这里，在这下面呢，它起这个摇摆的时候进行摇摆这个作用的。这个床脚都有四块，后面都有四块。这叫支撑板，刚才拿出来一个小的支撑座，这个是盒子。这是讲的这个结构。下面呢讲这个床面安装的方法。床面安装的时候呢，这四个支撑床面支撑板要往同一个方向摆，前部往这样摆，左边摆这样。哪一个方向摆好来以后，我们把床面抬到这上面来，那个床面呢，放在这个床面，抬到这上面来，使这个，来找吧，我一定能找。刚才讲那个安装床面的，我们床面的底部有四个，这叫床面底座。床面底座大家看到这四个，这边还有，就是一块床板呢，有四个底座。这四个底座，来那个板子。我们刚才那个床脚，就是有四个叫床面支撑板在这里啊。这个支撑板是压到这个床面，这个底座压到这个地方去。这四个刚好这样，就压在这里。压到这里，我们的床在运动时它起这样滑动这个床面前后滑动。所以这个四个支撑板呢，一定要顶到这四个底座的中间。顶到这个中间去，你不能这个板呢、不能顶到这个螺栓上，
如果滴到这个螺栓上，它就会朝里面跳的，不均匀。注意，一定要放在这个中间，这个中间，不能这个板不能滴到这个螺栓上。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去看那个安装怎么安装那个摇床上来了。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的床面现在已经安装上来了。这个刚才讲的这四块支撑板啊，全部支撑在我们这个床面底座上。你看这十个，那边十个都支撑在这里。啊，这个来安装的时候呢，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床面刚才这支撑板是朝这个方向放的吧？上来的时候，等一下我们到床头那个方向来看，它到底在哪？底下螺丝要来插下来哦，兄弟，来半个底到螺丝呢，半个要做这个连，又在半小时点七点。落满行吧，现在半。来讲一下这个床面怎么用这个床头。进行相互的连接，相互的连接。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连在这个床面上，连在这里面，在这个床大头螺栓里面的最好里面呢，贴一块橡皮，把这个连接螺丝里面，贴个橡皮，很薄薄的橡皮贴到这里面去。安装这个呢，安装在这个床面上的时候，底部这个木板。连接到这个床面上，刚才已经说了，这样连接到这个部位，就是这样。下面看一下我这个床面呢、啊，我这个床面现在还没有连接之前，这底下大家看一下，我这个四个支撑板是朝一个方向，朝金堂方向倒过去的，啊，这个要想床面这个支撑板想那一点。床的金孔尾端，那前面的尾端，四个板都一个方向放的，放来等一下来连接的时候，就是关键的部位，关键的方法。大家看到这个，首先呢，要把我们这个网孵管，也简称冲程，要把它收缩卷来，大家看一下。你看，这我搞了一个刻度在这里。这个我这个冲程是全部把它伸出来了，冲程的意思就是往前后，这个往前后收缩，你看这个紧来，要把它全部收紧来。这个冲程全部收紧，收到位，不能在里面收了。你看这如果收过了头，这样收起来了，又放它就会又生成出去，所以要把这个冲程全部往孵管的全部收起来。收起来了以后，这个床面又来床面又床头的连接，怎么连接呢？要用这个手拉下面的钢板，往这边拉，往这边拉，对，这样拉起来。一定不能啊，床面往这边走的时候，一定不能这样拉，用这样拉，这个是。铁皮你上来，铁皮一受力的吧，这里面会快裂，床面会快裂，快裂了以后你效果就不行了。所以大家一定特别特别的注意，要这样底下拉，底下朝上底下拉，不能这里拉，拉过来拉到什么位置呢？拉到我们的底下床脚的支撑板的底下，大家看到这底下呢，这个支撑板要拉到垂直，不能向这边倒，拉到垂直。如果你拉到这个拉紧来，拉到向这边倒了，就拉过头了。所以这个大家特别要注意，拉到这个支撑板，床面支撑板要垂直的。垂直的意思呢，我们在显扛过程中啊，床面在前后运动过程，它只能往前倒，不能往后倒。这一点特别要注意哈。
拉到垂直，大家看到来了。刚才讲到下面槽面的四个支撑板已经垂直了，不能斜，不能特别不能往不能向后面倒，只能它运动过程中啊，只能在运动过程中往前倒，这样倒。拉到垂直的时候，这里用这个螺丝把它固定好来，给它螺丝。大家看到了哈，这个。来，大家看到这里，像这里，这个螺丝把它固定上，安装上去。用谁的车？你现在已经安装好了，要把这个螺丝一定要把它固定紧，不能松，松了又在运动过程的槽面会跳动，会发响。这个是沙槽，沙槽是把它安装到导车上的。大家看到这个沙槽就是紧料的、紧口的，把它安装在这里面有两个孔，这里有两个孔。这里有两个孔，这个是水斗，就是冲洗水的水斗，安装也是分别安装在这两个孔上。这个水斗啊，这里面。这个有全部有这个开关，这个开关起什么作用呢？就是我们的水要保持在这个槽面上，整个槽面上的冲洗水，整个这个面上要下水要均匀一直，不能这个地方就水很大，那个地方没有水，它就影响分拣效果。那整个水怎么达到均匀呢？通过这个进行调节，这个开关，水槽的开关。这里水小了，你给开关放大一点；水小了，关小一点。就这个起这个调节冲水量，每一个部位，你看，这每个部位的冲水量起调节的作用。这个在洗的时候要分析好来，这是，这样调节左右调节，就是下面的冲水量是不是能够均匀一致？一定要调整整个槽面的水量。都要均匀一致，整个铺满成薄薄的水层，这样才有效果。这样安装在这里。从这边来看，这边是尾抗区，就是我们长面在分拣过程中，把那个轻孔物、没用的孔物、泥沙，就是比重更轻的，从这边走，这边排泄。这里叫金抗区，整个这个就是金抗区。这个金抗区呢，它出来的抗是根据不同的比重，它出抗的位置不同，这里能够形成一条分明的抗带，直直的抗带出来。这个地方是中抗区，中抗区呢意思就是品位比较低的，它要必须要拿回去展现下一道窑窗展现的中抗。这边的金抗是品位相当高的，一般我们的钨抗的比重是19多，金抗的比重也是，那个钨抗、金抗从这边出来，铁抗7点多在这里的时候，它都能一个调试过度调试的好的吧，它有个分明的孔带，一条孔带出来，相当清楚的，这个品位相当高，
这里就把我们的金孔和中孔分别接诊，啊，这叫接孔槽，接孔槽。下面讲一下这个波度的调节。一般我们这个波度啊，有两种波度，刚才已经讲了，有这样叫总向，就是直的叫总向波度。总向波度怎么调呢？它在这个底下，在这个槽面支撑盒，这个槽面支撑盒啊，将这个槽钢的螺栓放松。啊，这个槽钢螺栓夹的这个，把它放松以后，转动这个螺丝，转动这个支撑盒，它可以向上升，这支撑盒可以向上升，就调整这个总向波度。调整好了以后，要把这个槽钢的螺丝把它拧紧、夹紧，不然它又会掉下去。所以这调总向波度。调我们这个横向波度是刚才讲了，靠这个手轮调波，手轮调节这个波度，两边的这个它两边会提高上升，靠这个调。怎么调这个的方法呢？我们等一下到里面去讲了啊。这个是横向波度，就槽面横向波度，槽面横向波度是调节手轮。怎么调节的理论依据怎么调节呢？等一下我们到里面去讲。这个槽面刚才讲了，根据洗孔的力度不同，要选用的槽面分别不同。我们这个槽面是叫六式槽的，这就是个槽啊，这个一条一条的槽，大家看到这个一条一条的槽，我们这里数过去，这一二三四数过去是六十个槽，这数过去六十槽。这种槽适合选洗砂型的，适合选洗砂型的。如果是抗泥型的，我们一般简易的选抗泥型的，是用110槽和120槽的。刚才这个是60槽，洗砂型的。你看到这些槽不同。如果是选粗砂型的。就是个槽子选46槽，它的工艺分别不同啊，60槽和46槽和110槽、120槽，它的工艺啊，技术工艺啊都不同，所以一定要选槽，一定要选准。这选槽是我们分选精确度的关键的一点。下面呢，讲一下这个我们传动箱里面要润滑啊，大家给它带上。啊，传动箱里面润滑系统怎么润滑？打开上面，这里面箱机里面要注入机油，润滑机油。它润滑机油的加用量要加到这里面有个台面在这里，加到这个台面上去，对到这边看一下，加到台面上，就这。因为大家看到呢，这个加机油加到什么部位？你看这边，就这边是更深，你看也更深。加机油，注入机油要的量要注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要把这个台阶，要把它淹没过，哎，并且在使用过程中，这个机油会挥发，你随时要检查这个机油是不是会少了要补加机油进去，哎，要补加机油，这是个。另外呢，我们这个快机以后，你要检查这个油路是否畅通，油路畅通呢？它这个十个喷油部位啊，都有喷油，这里会喷油出来。等一下我们先快下机，大家看一下。如果不喷油，那就要检查油路是否堵塞。如果不喷油啊，这几个地方不喷油的话，要检查是否堵塞。如果堵塞呢，也就必须要进行疏通，
好，等一下喷一下喷油，对，好来喷了，看看。哦，不是，还有。现在我们已经开机了，看一下，这个我们的油管呢、啊、都在喷油了。你看这几个都要喷油，啊、哦，要喷油。如果不喷油，那就没有路堵塞了，或者是机油太少了，就不能用了。大家看看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。还有一个事情呢，大家必须要注意的事情呢，这会计的时候，先干一下，大家看到了，会计的时候必须注意的呢，我们这个动力是3箱380，啊，380，它这个转的方向啊，必须这个大皮带轮必须是顺时针方向转，是这样转，不能这样，如果反转，那就影响我们的风险效果和我们的机械都会受到伤害，会损坏掉，所以一定要顺，你看看呢、啊，这个是顺时针方向转，你看，就是要一定要顺时针方向转。现在是长冕已经在运动了，它是这个叫冲程了，你看它伸出来，一下一下冲出去，它冲出去的距离叫冲程。冲程16，我们的冲程是12到36，这个叫冲程，它就是冲的距离，前后冲的距离叫冲程。你看大家看到是，一直一直走，这是个长冕呢、啊，在这个运动过程中，在进行考核的分的，你要看。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呢，每次调拉冲程以后，要同时调节这个后座螺丝，把这个弹簧顶到时钟的位置，也不能压得太紧。如果弹簧压得太紧，它容易断裂弹簧，增加功率，损坏我们的机械。如果弹簧太松，过松了又机器也会咔嗒咔嗒啪啪响，都容易损坏我们的机械。所以每次调拉冲程以后，都要相应的把这个螺栓向前面顶，或者是向后面松，这个一定要注意。还要注意会计的时候，听着床头里面声音是否正常，如果不正常，一般就是这个器件出了故障，要进行检修，这是我们的关键的部位。大家还有一个事情呢，主意干，你要干，你们看到这个，因为我们这个长冕支撑板在我们洗卡的中，它直接一直是往前打，它不会往这个方向打，一定要往前打，它不同的摆动。这里面的这支撑板里面的也要加入润滑油，要加入润滑油。再一个呢，在使用过程中，这个支撑板下面的支撑板座也是属于易损件，如果用了时间用长了磨损了，要及时的更换，不更换的呢，高低不平，它容易引起这个长冕跳动震动了，又就那就风险效果就会差。你们看这个，我们这个支撑板，它是虽然是斜是直立的，但是在运动过程中，它一直向这个方往前面方向走，往前面方向走，我们的抗辐一直向前送，往前面送。你如果它走反了，你会往向后面走，对吧？它抗辐就风险效果就直接受到影响，这效果相当差了。这个是关键的地方啊。再讲一下这个风向波度的调节。
一般使用这个横向拨度很难调，有的人还没有技术，不懂的人，我教你们两种调拨的方法。这个横向拨度啊，这意思就是个长面，这样的拨度。这拨度还在调的时候，你分两步调。首先第一个叫预调，预调我这里贴这个摄影。广大的学员学习的时候，你看得来啊，那行。这个怎么？预调，有的人还刚搞这个东西的时候，还调不出来的时候，我建议你们呢、分两步调，两步调等忙，两步调呢，我这里写了这个是标了这个长面的平衡线，这个是粗，横波长，这个是横波的尺子，这是3毫米。这个就是这个水平线是我长面的水平线，调到这个3毫米，我建议的粗调啊，就是预调，这是拨度，调到这个水平线在这里3毫米，这是粗抗泥的拨度，调3公分，就是这边的高度比那边的高度相差3公分，这里是5公分，就是洗沙型的。5公分，等一下我还会详细讲调拨。这个是粗砂型，也是把这个水平线的、左右长面左右的高度差调到7公分，这是叫做预调。预调好来有，在洗孔的时候，你还进行微调，就是进行反复的调节，使那个孔带在进孔区出来的孔带要分明，孔带分明成直线，那就调微调就调这个。调微调的是调这个调拨首轮，这个左右转动，把这个孔带调整到进孔区的孔带分明的时候，那就可以了。好，等一下啊，这个是调拨。
这边过去，这边就是中考，这个是金考。上段海关的啊，啊，太长了，就从那挖过去。这个过来的就是金考带，你看这个金考带非常分明。这边过去，这个过去是中考，到这里是中考。这一条带，这是重考路，这是我们洗的是铁炕。这铁炕你看这边，这考带非常宽，一条带上。一般在分选矿物的时候，这个床面的分享过度就调到什么为最标准的，就是调到这个孔带分明了，那个床面的波度就是最好最标准的。如果调得太波度太大，这孔带就不分明，如果调得太平，这孔带也不是，现在我们的效果达到最好的时候了，矿带就是这孔在调线调起是从这个方向来往上面看的，这个是一个金矿带，也是金矿区金矿带。这里过来是中矿，这个中矿里面还必须进行第二套分析，这叫中矿。这边下来的是尾矿，尾矿就是没用的东西了，是从这边矿。
像这个金孔带啊，它的品位可以达到60%-70%，这品位相当高。地方